好，这里是东南亚服，今天是东南亚服动态二重奏版本的第一天。然后这有一个 Eevee 的 Navy 箱子，它会给两个 bug 选择栏，两个升级还原器，七个护身符，两个暴风成长必要，两个倾向成长必要，还有七个一周内会过期的双倍经验值券，还有七个特殊荣誉勋章。然后，它这个八个选择栏是可以选择仓库的。这个可以在账号内转移。好了，没有 legendary。